我叫周云，165公分，49公斤，三围是32F、24、34。我的兴趣是赚钱。你的兴趣是赚钱，是赚钱。这次会来接受这个挑战，是因为我长头发的时候太多人追了。我想知道我没有头发的时候，是不是依然这么有魅力？而且我觉得男生光头很性感，比如说像巨石强森，任何发型都难不倒我，我就是下一个巨乳强森。巨乳强森，巨乳强森哎，这有梗哎，哇，巨乳强森好好笑。刚你们说他是什么？他是巨石强。很难听啊！来，请看剪影。强森来，强森，巨乳巨乳巨乳，很像那个赵薇有没有？在那个少林足球里面有没有？头型好看，其实应该 OK 哦。嗯，你可以转一圈吗？你的外星人怎么会皱皱的？有一种很诡异。来，小红鞋，红鞋女孩。哎，这腿很美，腿匀称啊。嗯，哇，好白哦，这个。哎，也是到目前为止 OK。哇，还有，强森，你们太夸张了。强森啊，可以强森你吗？巨乳强出现了，强森的部分。哎，周云真，嗯，怎么像周明真哦？周云真，你怎么会来挑战我们这个单元？因为还蛮多人像我说我像中国一位女星唐嫣。唐嫣，对，因为她还蛮有古典美的，啊，我认为她演尼姑的话应该也会很漂亮，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跟她长得有像的话，光头我应该也可以驾驭。那是，那请问一下你曾经啊，头发最短是多短？耳下，你可以比一下吗？强森出现了，强森，嗨，你好，他真的很棒。你看你现在投机一下，他有刺青有吗？没有啦，盖不起来了，太痛了。你什么单元？你可以玩这个走个秀吗？这个你先走秀，这太妙了吧！你要抓谁回去太空船？他走了有外星人，走出去收腰的感觉。哎，胡哥这样你可以接受？你跟你同一应该可以吧？跟你一样。对啊，你有什么质疑？你们站在一起应该蛮。你有什么好质疑的？对，你要讲，你要讲清楚啊。兄弟头哎，没有情侣头，情侣头。因为我跟你讲，亚洲人真的很不女生啊，亚洲女生很不适合剃光头。哦。因为她剃光头就长得像一拳超人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因为五官比较不立体，然后长得很粗胚，就是不很光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。所以你认为不应该光头，起码留几根毛，对不对？看起来立体多了，好多了，是不是？对对。OK， 你单身久到记不清，你单身你不是很多人追吗？没有啦，因为我平常工作其实不太会接触到男生。你是做什么的？我目前是在做保养品研发。哦，保养品研发，难怪一般都是女生啊。难怪难怪，那多久没交男朋友？久到那个我长出来吧。去包膜店，吴尊的一家店，西门町啊，包膜店。OK，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可能比较成熟，有自信又聪明的大叔那种。像康哥你这样，我就还蛮喜欢的。哦，来了，告白了，大家都喜欢。奇怪，热门起来了，整个热门。那我看我就别减肥了吧。对啊，应该不用，哪里好的？你全身散发的魅力啊！哎呦，男人味啊，全身啊，哇！那怎么好？男生不能太瘦。干走！哎，你可以用你的光头可以这样撒娇吗？不要，干光头的胸膛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撒娇可以的，好啊。你要讲，你要把它讲掉。对呀。
不要掉了怎么办？我为什么分掉？趁手！感觉被金刚掌大力金，不要说分到这种，今天都差不多。要被铁头光头王 ，OK， 我也是光头王哎。是哦，那你喜欢比较强势的男生？嗯，稍微。对，为什么女生都不是希望男生很喜欢坏坏的那一种？霸气总裁啦，坏坏的，嗯，对啦，要有一点。那讲到坏坏，那我专门站在砖的坏，最坏就他了。可是坏这个眼神，你看，哇哇，好，哎呦，这是坏掉。你在求什么？大曲成真 ，OK， 好，想被我形容看的，嗯，哎呦，干什么东西？还不脱光？已经很高了。头发脱光了，换一个。干东西刺眼，反光哎。有很多可以看的地方，好多哦。下巴，对，下巴也是，下巴厉害。嘴唇也，嘴唇也不错，嘴唇。脖子。哦，痣哦，那两颗痣，那两颗痣，哎，专治我们的。但又有那个衣服的那个皱纹，锁骨。黄金折数都要哦，指甲，哎呀，刚摸呢，哎，哇，有，哎呀，切切，走出来的时候你手这样，我们以为这是浴巾，对，好像浴巾，快掉了，因为这个材质，对，它有点容易滑下来的，哇，所以它要表现的是滑下来，哎，请问你是星座是？我是天秤座，天秤座，哦，那你刚刚要表现的是哪里？我的锁骨刚刚有猜对，哎呦，要把我多懂你，可是韵哥，他从脖子一直到手背。也是，她的脖子长啊，女生一般脖子长啊，一定是更性感啊，但不能过长，过长变粗，长颈鹿 long neck， 英国，他长短恰如其分。请问一下，男人必杀姿势是什么？哦哟，侧面的 S 曲线。哦，这是怎么样？哦哟，哇，真的 S， 哎呦。真的很像雨，就是叫雨巾，转一圈好不好？来，转一圈也来。哎，雨轩侧面来，刚刚的，预备，气，哎呦，两个一起，两个一起，两个对凹，哇，你怎么可以冷落？阿乐，三凹，预备，三凹，预备，好，预备，气。买单，买单，你要买单，买去哪？你要买单，各位观众，刚刚这一段我们 round down 是没有，是我小弟个人纯招待。